哎，我哩大姑了。我是妹的秀水，天衣长柳，英雄演技哟。思啊想啊的，心病多大转转转，每回那转过呀一对。哎呦哎呦喂，小妹啊，想君那不记得，哎呦喂，哎呦他长长的家，想呦哎呦喂。像这人成功熬做人嘛，嗯嗯，你真幸福了。我和兄弟赤心党的总帅，就是代表苗国这个将领，就这个军兵的千金来给阮五兄弟。你有异议吗？无喏，哦，那是求之不得，专工嘛，在那个山内找对，也别来和你算了，你咧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这个叫啥名呢？这个做阿德布林，这个呢，这个做佩尼西林，这个麦西林，这个盐吉林，哦，这个名听了都不错，别喏，专讲到，我好听哩。阿奴，夜间准备拜堂完婚，庆寿将官兵就是了，来呀，准备庆祝啊！哼，怪老师，你今日要这个赤心党做间谍，
你的司机告诉千里凌霄际，我愿对面不相逢啊！你就是叫做什么名？那我就是叫做严仁呐。哦吼，你我熟识有缘，今夜就是洞房花烛夜，你我一合敬酒，然后双双进洞房了。啊，万岁！那我身体真好呢。安怎心？人巴肚真疼讲。巴肚疼无问题啦，我以往我哩借去随时对付。人头壳真戆呢。哎，搞毛病！新娘心极大，结婚都好起啦。你们唔通啦，万岁。嘿嘿嘿，来去嘛，你们东风我将啊。哎呀，别闹鬼，别闹鬼，莫挡了比赛，莫挡了比赛呀！人个前进恰心动哦，看到了，苏阳门的开始哦。龙洞起洞墙，哈哈。
女王解救。女王心脏气功真是令人难测啊！苏英雄的夸奖，我的部下入去查探秘密，唔知情况如何哦。哦，现美人家事情尚未得消息了。好，暂别。我在寺庙的境内暗中援助你，请了。多谢女王的关怀，孙健吼。月落雨，阿公阿爷在头尾滚哦，滚啊滚，滚啊滚，滚到一尾酸溜裤，伊呀嘿都真正趣味。叫大金毛，哎，一打我的查某囝拢总嫁人啊，剩我一个老的人，真孤单，真无聊，大金该愁嘛？哦，实在可怜可怜，安尼搁再找一个对象嘛？都唔是咧滚笑讲，63岁啊，才要搁娶某，敢那红笑嘛笑死，嘿。动物是不分老少，该娶就娶嘛。要当这么老啊，什么人都要嫁我？我以前那个骄傲，会使让渡给你啊。啊，你变哪样呢？喂，他叫这个滴滴落落出来，来了。万岁有何差事嘛？我已经搁在娶新的，这个旧的吼，嫁给着我的岳父。哎呦，多谢万岁你的赐给哈！好，你都要好好交代伊哈，我袂这么去咯。老的啊！啊，他唔对，来去进洞房，进啥洞房？去进啥洞房？啊，元帅赐婚，啊，你假使若是违背命令，你是会叫斩头落地哦。等一下啦，你嘛我即块刻单头咧，哦，再过来讲。我今天特别光啊，还有伫咧弹琴，赶紧嘞，好一摆困啦。哦，我甘愿在外口当落水，嘿，我绝对无要入去困的。我哩爱食槟榔，食到上多水，还阁唔捌洗嘴，也会使遐喘气，敢若袂输伫咧放屁。也我若甲你做伙睏哦，煞唔免喘气。哈，恁早卖的味感遐尼歹味，你咪敢若看了中药，你要起破病，也若鼻着你身躯的味哦，人药都要死去。讲实在，哎呦，你不知自量，也你无想过你遐尼老啊，也唔是要娶一个外好诶。哎，老。一年老，伊啊愈老是愈烟斗嘞。哎呦，恁祖妈听个电话要吐，哈！一空生了一空，啊七月半吼，会使你去甲人拜古董。哇，你介水，头毛六六六，嘴皮像海底大鱼啊壳，头毛直直，啊目睭挂毛里，鼻孔到像青池，一个巴肚像家池，两只手像一鱼，两只脚像电视，你咪看了是怎样？要要吐出来了！哼，好，你甲恁祖妈摆得个这么功夫，不要紧啦。你若唔娶我，那不要紧啦。我来去禀元帅。懂了，懂了，懂了。啊，唔免讲啦。啊，等一下才甲你入洞房吼。呀、哦，我这块琴声啊，弹予你听会真正爽快。啊，那入洞房唔才有趣味。哟，你讲的有理啦。安尼好啦，无予你断个头，才一摆入洞房。哦，我这个断落去了。
爱困到要死，甲定定弹琴。环保啊，困去啊！一来滴，迄、那个妖叔叔拍算我来困去啊！嗯，要一困，要我嘛就好来丢了。干两小时多了，元帅，你实在真会体贴人啊！我感觉真幸福啊！听说明军进攻西辽，恐怕元帅啊！放心啦，放心啦！明军虽然真多，但是本来我好啊！元帅，你用什么化敌将呢？这款的秘诀，对车主也不可说。哈，元帅，你既然无真心地爱我，我虽然卡打樱花之地，也感觉无什么意思啦，过时了，请。哎、你要倒位，你要倒位。我要离开这个世间啦。明哩明哩，咱也未成亲，你都要离开世间。安尼敢是真正可惜呢？你都不爱我了，何必搁再说这个成亲的事呢？啊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真心一直爱你啊！三天了后，咱就要成亲咯，唔通搁再冤枉呢？啊，假使你若要跟我成亲，有真心一直爱我。一定将这个战胜的要诀来讲我知影，车主才袂为你担忧啦。嗯，有理有理。我这天生自然的灵体，全身生成这个龙鳞，水火刀枪不伤啊。哦，也不过敌人是真厉害，听说云州大儒家文武全才。伊吼会知影你的破法，迄当阵就真唔好咯。嗯，敌人绝无可能通想出着这个简单的破法。其实，那要让我死真简单呐。当油甲我抓落去，我规身躯凌乱焦烂，皮肉都拢焦烂咯。但是因敢若会晓讲，用宝刀、宝剑、用火箭来甲我攻杀，根本对这个简单的。破法伊就想袂出来咯。哈、啊，果然如此。那呢，我就放心咯。三天后，咱都来成亲，难叫袂记得呢。啊，进来，进来，进来。是啦，万岁，多望你的疼惜哦。蔡老师带着五位家人亲进赤心洞，至今未获消息，众人坐卧不安啦、啊，走。哦，老前辈回来了，哈、啊、哈。对着这查某囡仔所得来消息，这个五毒狗最惊就是当油甲得钱。这个当油呢是个男人哦，仍然拢总焦虑，得钱烧落去，连辛苦的肉拢总焦糊烂。破案已经拢总探听好事了。
老前辈真是为厌恶的劳苦了，请入来休息嘛。哎、欸，我要哪会使休息？我若无转去哦，唔多这个黑琴，骨卡若锁出来，啊，代志都怎来破局？所以我要赶转去。啊，但是我咧交代吼、哦，三天内啊，必须爱攻破这个赤心洞。三天内若是无攻破呢，这个后果就不堪设想咯。我来去，过时请了。今日已经得到这个秘诀了，前辈，林众人在了赤心洞的辛苦，当然我岩门在这个敌后也要努力。哈摩洞主，哈哈，你快备敌钱三万支，好、哦，我马上来准备随时好事。开洞主，购买着这个灯油嘛？哦，讲别行都唔知。原来是当油是我自己在贩卖啦，真方便的。总是赤心洞破了后，就顺续可以攻入到这个庙宫，将这个黄天基所谓国藩交擒啦，然后追回历史，遂行庙王啦。阮这庙族的人呢，真希望一旦来归顺大明，来让大明朝统治。真感谢，希望各位帮助一臂之力。快快丢币吧！台湾水苏彦文又搁领大队来进攻赤心洞了，再去打探。小子啊，苏彦文屡战屡败，大敢再进攻萧阿文嘛？两股大军出动，退掉。